家好，我是 Stella， 我是 Warren。 今天我要为您念的是 JC 陪伴40天早晚，改掉旧习惯，强化好习惯，记得写一本你喜欢的笔记本，写下每次 JC 问你的问题，让我们一起来改掉旧习惯，强化好习惯。记得把你这次40天早晚你想要改掉的旧习惯，或是你想要维持的好习惯，写进你的日记本里，每天早晚提醒自己，这40天你的目标，用每次 JC 每天早晚问你的问题，带入自己想改变的或改善的习惯中，来改掉你的旧习惯，强化你的好习惯。让我们开始吧 ，Let's start。第33天早上 ，Day 33。你现在所处的时间点是具有强大力量的时间点。我们确实反复强调这一点，因为重复乃是你们学习的方式，也是人类达到自我了解的方式。人们必须体验一些事情，并去决定自己喜不喜欢这些事。所以，今早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一天中注意你所从事的活动，你所建立的关系，以及你为自己所设定的工作。有些人会说，不，这不是我为自己设定的，我想要有另一种工作。但在某个时间点，你接受了这项工作，在某个时间点，你答应了所拥有的关系，在某个时间点，你接受搬进那个公寓或那个房子。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的是，你不要否认你创造了你自己的人生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你要知道，你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你的选择，你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继续做这件事。今天我们不是要你批判你正在做的事情，而是观察你正在做的事情，你是如何来到目前这个处境的。当你做出这个选择时，你内心所根据的优先顺序是什么？你是否仍对这个选择感到高兴？请看看你正在做的事情，并且承认这就是你的创造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如此你才能在正确的地方做出你需要做出的改变，而不是怪罪你的上司、你的伴侣或你的邻居。你拥有你的创造，你说，是的，我选择了这个，我每天都选择了它，我给予这件事我的支持，我给予这件事我的能量。然而，这是我真心想要做的事吗？它是否让我感觉到它是我此时在地球的旅途中最好的展现方式呢？所以，今天看看你的一天，然后问你自己，这是否仍是我想要的？它曾经是你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你想要的，但这是否仍是你想要的呢？你不要马上做决定，或做出什么改变，或摆脱某些事情，但只需在经历这一天时问问自己，这是在好好使用我的时间吗？这是否让我感到美好、快乐，是有价值的，是值得的，或者我这只是在虚度光阴？这段期间在你们地球进化的旅程中是显化力量强大的时刻。如果你确实想要做这些改变，现在是你进行的时候了。我是你所知的 JC， 我们晚点再会。 JC 陪伴40天早晚，改掉旧习惯，强化好习惯。第33天早上 Day 33，祝你们改掉旧习惯，强化好习惯，成功。